下面就是这个模板跟配板装这个滤布，这个滤布呀，模板跟配板这个滤布中间有两种，就是有一种这个中间窄一点，一个中间这个孔宽一点，等于说就是这个滤板中心这个孔里面宽的装这一个装这一个模板，这个薄一点的装这个配板，就这个一定要注意，就是下面是准备这个装这个滤布，第一步就是把这个滤布先打折，打完折之后从这个中间这个孔里面直接穿过来，穿过来之后就是四面拉展，上面直接用这个扎带扎紧，这个扎带一定要扎紧。包括这个四面，包括两边这个就也有扎带孔，全部要扎紧。我哪边地下扎一点，下边这个我下边扎一点，这边这个。扎完之后，最后把这个扎带这个头全部剪断，就是避免这个头夹在这个滤板与滤板之间。